不行啊，有个你们两个船长分开，快点！你们开船吧。我不会开船。我也不想开船。我不会开船。不想开船。可以啦，船很简单的啦。好啦，就这样啦。所以好，我三个船员希望他们都会做事，希望。会啦，电脑很强欸。不然是做刚刚没做过的工作啊。哎、欸，怎么又跑进来了？为什么会知道？还是太，而且好多人哦，太容易猜了，我觉得这个。而且，哎、欸，而且还是两个人同时、欸，哎。对啊，还是他们是 match 进来的、啊。可是你有设密码，照理说不会。对啊，照理说应该不行啊。好多人哦，欸、你真的有设到密码吗？有啦，有啊。我觉得别设一个真的复杂的密码，真的太简单了啦，多一个巴西都进不来。我想说应该不会那么夸张。就是这么夸张吧？啊啊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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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又要帮我挡一次画面了，好吗？他刚好是内挡到他画面。哇！这个密码太难了吧？超难，有没有？已经不是多了两个八七了，太难了啦，难到炸裂，对不对？难了，我不能用背的，我要用看的。等一下，我头上你撞了吗？你还没撞啊？还没。哦，闭着眼睛打、哦。你刚是用脸滚键盘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我就算选只有 PC 玩家，我也是有密码、啊。马西，赶快呢？是应该不是那个问题吧？在哪里啊？我打错、啊，我打错了，为什么没让我进去？哦，你一定是打错了。哦，哈基很想要那一台船呢、欸。对啊，哈基超想要那一船。N 3号呢？要怎么改船？右上角那个齿轮、嗯，哦，自己挑、哦。嗯，那我想要这一台，这台好可爱哦。奇怪，我加不进去吗？你有没有打对啊？我已经打两次了耶。我们都有进来、欸，你要不要再试试看？真的是密码太难了，难道连我们自己的人都打不掉？对啊，看到会先皱眉头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复制贴上比较快。啊，它可以复制贴上吗？可以啊。哦，我懂意思了。可以。啊，左下角有个东西，那个什么 re 什么东东 from 什么那个不能点，懂意思了？左下角观众点了会怎样？点了就是其他人就进得来，公开是不是？我来写安呢，那我们就不要点，就让船长开始就好了。所以我到底要去 N 3号的还是芒果号的？随便你，我想要吵架。那就船长按准备就好了，不要修。船长走了，船长走了，开始不了了。船长走了，开始不了了。就有了，哇，终于可以互打了，终于、欸。对，这样打不到哈基，互打但是互，你可以不要修啊。你可以完全不要修，我进去直接跳船，哈基就是跳船修，然后船长一直在跳船啊，来了，船舵在哪里？哎，哇，这船好，哎、欸，怎么前进？教我。我觉得这船人有点多，请问怎么强前进哦？你看右边那个仪表板，那是你的加速跟后退，嘿 ，R 跟 F。啊、哦，上升哦，上升哦，然后上升下降是 W 跟 S， 去把 N 3号打爆哦。他的船头只有一发子弹哦。N 3号在哪里哦？旁边那台是谁哦？打 N 3号，哎、欸，那个应该是、那個、啊，那个是在屁股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好哦，那个应该是敌人哦，这是敌人。哪一台？我们右边，右边、欸，不对，黄色不是，这是右边那一台。嗯，看到。还有哪些地方有炮弹呢、啊？炮台，他们两台都在射到吗？哪一台是？手段可以吗？手段可以打吗？可以！哇！在射过来啦！我在倒车！
谁说你可以射过来的？等一下，都是雾啊，看不到啊。那个云，那个雾啊，那个云，那个雾罩住了。等一下，我的工程师在冲下毁啦。他们是你射他，打他，再射，再射，都跑谁啊？工程师先冲下毁啦。不要生气气。我们的炮在哪一边啊？其实都有，每个方向都有。哦，好好好好，每个方向都有。这是谁啊？打一下好了。开始修。对，好像是 MC 哦。MC 嘛 ，MC 赞啦 ！MC 哈豆，打爆哇！好近，这个热气球是谁？是我是我。热气球，是我不要。掉头！热气球。我在掉头，我在掉头，我们的炮台有一侧炮台旋坏了。OK， 我掉下来了。你又掉下去了。我来修。一下，这个工程师就冲下回进来啦。上升。有炮台修掉，炮台修啊！冲啊！哎，修。工程师好烂啊！我真的是没有哈射。哎，怎么在射击啊？看错了吧？前面那个热气球、啊，我们被打了！哦，烧起来了！哪里烧了？哦，看到哦，有、哦、诶，电脑在弄。我要打他们！悠悠在打了旅漏中啦！这个机动性强的是谁 ？N C 是不是 ？N C 来 ，N C 来。怎么要打哪边？右边吗？打热气球！欸、等一下，我们同队是谁、啊？等一下，热气球是同队的啦，是跟你同队的吧？哦，你是被打同队的啦。AI 打 MC， AI 你快点射他！你为什么拿着枪不射啦？他坏掉了啦，消中啦！我追击热气球，追击热气球，打热气球！工程师的干嘛？你拿着枪都不射？原来是电脑比较雷啊！有，正在打。追击。看啊！在修引擎了。上面有没有炮台啊？我上面没有。工程师，你可不可以先优先攻击啊？工程师，你可能要把它直接变成炮手吧。热气球来，热气球撞船喽！撞船喽！撞他！凭你们想撞我！打了！MC 倒了！这什么烂工程师啊！超气！有我在炸！来！就看他拿着那个炮枪，然后都不动那样子，气死我了！热气球冒烟了！热气球来！有吗？没有啊！在前面了！啊！前面就在前面！哦！我以为你是说我们的热气球。打他！有了！reload！ 他们第一时间先抢炮台。我追击热气球！你在雾里面是不是？没有，在雾里面。所以热气球是繁星号吗？嘿，是。嘿，繁星是跟谁啊？一颗繁星啊，一个不知道干嘛的人，他刚刚在 NPC 后面不知道干嘛，我看着他在后，然后在排队玩游戏一样。我在修东西哇！他记我们是开枪打他，团长开枪打他，只有三个炮台是不是？对啊，对打。啊！我不想用那只有一发的啦。有，努力打，去跟他们讲啊。他们变高。我在拉高。你可能要再拉高一点哦。还在拉，我在上升。越过。OK。刚刚杰伦已经打掉一个了。对。哦，暴风雨。哇塞！暴风雨啊！神船在抖了啦。六。哎呀，这个位置现在打不到。好。可以打吗？有。我卡住了。原来什么镭射光哦，还是什么？对，镭射光，刚刚看到不知道什么东西装上去。好，修理。我们进去里面好像东西会坏掉啊。
所以暴风雨不行进来吗？我们不应该进去啊！东西都在坏了，等等。我上升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开太快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还有哪里啊？哦，有够忙的。没事，光。这里又沉下去了，热气球沉下去了。好。来了。打他。这个船要过去哦，船构造有够复杂的。我要避开暴风哦。反正我们的武器是避开走前面的。我在瞧嘛，难闹呢。看到我们的队友了，杰克左边，。好，我转不过去。我等一下，我在努力啊。N 水 K C 啦！我要撞爆你们！我要撞爆你们！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有吗？可以！热气球，打热气球！不要发射！有在打热气球！我要去撞碰碰车了！碰碰车啊！哦 ，AI 在弄 ，AI 在弄了。要暴风雨来了！暴风雨！不！暴风雨！暴风雨！等等！等一下，下面着火了。工程师修一下哦！哎，撞爆你们！不要撞！撞了一下，不是我们的炮台坏，我们炮台坏了！不！哇塞！哇，都坏了！暴风雨里面，修理！暴风雨！等一下！哇塞！前面！好雾啊！前面有台热气球！我看你们等一下，我们的机。只有撞到边界啦！我们是在边界打，所以才会走暴风雨啊。也是有可能哦。我们的炮台都坏了。哦，看到暴风雨了。哦，那个雷射光很恶心，你知道吗？你说雷射炮塔吗？对啊。哈哈哈。热气球一直在我们前面，没有人开枪打他。没有，因为我们在修炮台，没炮塔。不要打啦。热气球，哎、欸、嗨，热气球！我一直在瞄准他，我船头一直在瞄准他。嗨，热气球，来嘛，吃一发！哪有？一发！来撞爆你们！旁边右侧啊！哎，你这是撞哪呀？当然了，撞啊！给我过来！撞啊！怕你们呐、啊！冲你啊！不要暴风雨了啦！哎呦，啊，怎么大家都暴风雨里面呢、啊？那个。对啊，大家都在暴风雨里面啊！哎呦，撞爆你们！等一下，东西坏，上不去了，拜拜。我要先去那个有柱子那边，那边应该是中心的位置。嗯，干嘛要说边界啊？我觉得我们是在边界打，你们不觉得吗？一直在靠边界，然后一直坏啊！对啊，我觉得应该是，其实它会动啊。哦，他也会，对，他也在动啊，可能是地图的环境事件吧，不知道啊，那我掉头咯，因为我们工程师真的太给力，我们打不完啊，这目前只有一分呢、欸，对啊，敌人在哪里啊？还是我们都瞄不准的关系，有可能有还是瞄准吧，我们刚刚打你们，你们有打到吗？有啊。哦，往前进，里面工程师前面那个炮台没人了、啊，工程师呢？我来了，再打，我要去撞他喽，撞，喵哈冲啊！他在旅漏啦，我来喽，撞啊，爽啊，杰克射。哇塞啊！这船长，哇，中两星啊！我一直在顶他、啊。哇，这超近的、欸，超近的。啊！射他！射他！谁攻啊？攻啊！射他！可恶！悠悠好爽啊！暴风雨！啊！暴风雨！撞啊！杰瑞，把你顶进去啊！暴风雨啊，船长！我把杰瑞顶。是暴风雨了。别哈，前面，快点！前面，阿基，加油！我们阿基夹他。我们的那个在修，他们在修。阿基夹他。
有了有了，没事了没事了，没事了没事了。哎，小，等一下，上升上升上升。他只有六发，那个毒好慢哦。对啊，偷偷的绕到后面去，偷偷绕到后面去，偷偷绕偷偷绕。阿军，你后面哦。啊，他的，我的，啊，又来又来了。我在想办法撞人，我来撞人呐、啊！糟了，撞我！前面那一台热气球、欸，等一下我撞爆了，我撞爆了，等一下我撞爆了，撞爆了，把自己撞爆了吗？谁把这？谁把这？谁把这？天地掉下掉！我在轰他们，在轰他们了。有热气球，他们很烧，很烧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很烧。他们很烧，我再持续打，持续打。要走不要走，暴风雨又是暴风雨了，沙尘暴沙尘暴来了就不要走，买照，我黏住他们了，我一直在撞，等一下就撞爆了，撞爆了，而且他这个武器一起坏掉，哎、欸，我们沉下去了，我们在地盘上了，那沙子有点多。就不要走前面的热气球，前面的热气球来了就不要走嘛，这么凶干嘛？